想到啦，唔知有无咧？我唔知有传无。我讲无，未记得传。你看嘛耶啦！阮凤山的七大家啦，一大箱哦吼，我就想讲，我够看到恁五个咧。伊两个呢？两个呢哟，哇，老师，胖公公，公公胖，要互你食咖泥地。啊，食咖泥地。哦，无哩啦，无遐济呀。要啦，月月底啊。别讲开哦，实在哦。明仔再看。嘿啦，明仔再看。嘿呀，重点啦，重点。重点就是呢吼，咱即回要来发放点爱心便当。是。你嘛要来感谢哦，即回要甲咱赞助爱心便当的这善心大德。对啦，啊，咱这一回吼，咱迄个用的是用这个单杠顶头饭汤啦。嗯。哦，单杠顶头饭汤，嘿，要讲开哦。对，大家吃，大家学了。哎，来看卖的哦。这少年家你看。不是，咱们是要看隔壁的头家。这头家，这阮坐，阮两个平坐会啦。哟。啊，自做囡仔就穿几块裤啊，做位大汉的。感情介好啊，你啦。对啦对啦，咱兄咱弟啦。啊，不过顶头饭汤能够扩大营业，总总隔壁来买起来呀。啊，对。嘿，吼，那口碑做出来啦。哎，口碑。口碑咩？啊不，口碑要咱讲台语的。口碑。人伊地面都泡出来。哦，地面都口碑这舞出来，地面都泡出来啦。啊，所以倒小波啊，你啦。好，谢谢。啊，来，这回感谢。嗯。咱那个有慈悲心者的乡亲朋友老婆山哦，这一回来给咱赞助足济啦吼。嗯。有迄个王许秀，啊，搁有黄子勋，啊，搁有黄博生，哎，啊，另外李玉泉、李佩婷、廖元凤、梁美华、邱林玲玉、范云妹、张淑燕、王吉俊，搁有就是咱的郑元子、吴金珍，啊，刘伟随，啊，搁有陈荣泰、洪水粉、红水粉吼，陈秋田、林秀美、李某雄。
另外，周佑祥、周子路、陈桂美、李宜轩、刘佑成、吴东升、陈碧珠、潘佑平。啊，还有就是林先、陈竹燕、陈黄雄子、林珠玉、啊、陈文章、陈真瑜、啊、陈胜腾，还有陈俊宏。另外，林文德、刘黄树兰、王玉文、刘桃珍、郭春豪、吴佩珍、邱金蕊、徐庆木，个就是咱的刘宣伟、刘建邦、赵真全、啊、周冠宏、周之云、啊、周敏汉、啊，个有蔡宏信、啊、叶张桂芬，那是张师姐。另外，潘桂基姐姐、吴宝慧、谢秀凤、苏林汉、苏坤成、林佳莹、陈郭丽云、刘郭丽春、丽云加丽春的姊妹啊，吼、啊，杨月静，啊，够董成元、林静瑜、张淑婷，啊，够张智能，啊，够苏荣福，啊，张雅玲，啊，够宋万酸，哎，另外翁桂美、卢月善、卢景泰、卢亦凡、陈惠美、彭养辉、潘炳宏、李玉婷。个就是咱的张丽华、林家珠、陶玫瑰、啊、王树煌、曾美凤、刘清泉、陈秀玉，啊，个有张新鹏。另外，余秀霞、杜秋桂、吴宝美、曾吉宏、尹秀玲、尹燕文、张家顺、陈存宏，医生。是医生，这就是。啊，这一回给咱赞助咱爱心便当的这个名单，后礼拜二要发放的哟。后礼拜拜二早时十点半，嗯，在咱公司的门口准时发放安尼哈。嗯嗯。啊，真感谢咱这善心人士，大家做有慈悲心的。安等赞助。哎，恁安尼伫咧做吼，啊，咧关怀这个社会，关怀这个弱势。咱的这个功德非常大，哎，对咱的子女孙，连讲咱的子女孙都免惊无人吃。哦，所以咱这个看到是咱尽啊呢，吼，发放爱心便当的情形哦。是啊，其实咱做这个功德哦，有那是有一种下罪的功能啊。哦，是啦。就讲啊，过去较早咱有曾经有犯过罪做唔对，哦，对许多人恶业啊，好对，反正做唔对的代志，咱拢受罪孽嘛。哦，有罪过，有罪孽。啊，咱即马有咧做功德，对，当个弥补啊。哦，这是算做功德啊，你啦。规条时间，咱赶紧来做功德。啊，甚至咱有一回呢，我发现着有足侪吼，咱这家长的拢用后生查某囝的名呢，来落这个爱心便当啊。有的人是因为囡仔伊无闲，伊无咧看这部，伊唔知。啊，有的囡仔吼，伊就头路当咧做，想讲替囡仔来挣些福田的。哦，啊，佮有的人是因为。囡仔吼有介济一寡原因，伊就感觉讲爱替囡仔做一寡即功德安尼。好好，谢谢啦哈。功德无量，无量慈悲，甲恁保庇哈。哦。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长命寿，食到175个，恁赚大钱啊！来，重点，咱补财库的时间到啊嘞吼，即较早人个补财库呢，一个月爱补加两届财库哦。咱顶礼拜拜六三两开泰吼。对。顶礼拜六开三粒啦。嗯。今仔日我唔知啦哈，今仔日嘛是个顶咧，今仔拜六啊吼，美丽的中午，即嘛安排工作啊，该上有哪拢对时代要行咧，有啥物？有哪拢迄落看迄个假日呢哈？我要互咱一个欢喜咧，有，来789.88啊，补财库时间到啊，像财库金300块，大份的哟。有人讲啊，我若要补财库钱，要哪缴？有啊，我未晓写钱呢。你免去银行啊，免去邮局，也免签名，也免登记呐。啊，无咧，负责拍电话就好。你怎啊电话就个当卡？电话拍通，怎要跟你占一个好位了后？小姐，留你的住址、电话跟姓名。然后哦，伊会寄一张缴钱的单给你。收到这张单了后诶，摕来去咱的 Save 全家 OK 莱尔富德当缴。你都唔免签名，免登记，咱也免手续去哟。就再扣金卡300块尔。大户呢哟。300块尔。好呀。哦，啊，你若即阵落名落，明仔载透早，我离咱的办公桌头前，我就先甲你禀啊。老师亲自处理，无收红包。这逐工拢爱做的工课。啊，变完了后，佮佮替咱吹一个发财球，像安尼吹发财球，让咱的钱水较旺的安尼吼。嗯，这爱二十档啦，对，10年哦。啊，发财球吹完了后诶，画这个发财金，哦，像安尼，发财金这个画有哪会变的哦？这唔是凊彩哦吼。来，你好啊。张老师。春兰。我要予一个补财库。好。安无娘甲伯工作，甲你保平啊！春兰姐，囡仔大细平安健康，等我收你大赚钱啊！来二线，来你好。
张老师，金律咯、我今日报5个哈，5个啦吼，在课啦吼，阿伯工作啊，甲恁保平啊，今日这啊，出来面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等会是我哩大赚钱啊，好哦，来一线一线哈，来你好，喂，喂，快啊哦。哎、帅哥啦，我就讲我听你吼、爱心的便当我交去啊。哦，交去啊，吼、哦。真有爱心嘞。功德无量哈。我交去。啊，母娘给你保庇哈，身体健康哈。好好，谢谢谢谢。哎，你好。老师，哎，你好。你太太。哦，一个单打袂啊。好，功德无量哦，身体健康大赚钱哈。好，谢谢谢谢。哎，你好。哎，你好。秋吉。哎。好吃啊！好吃吼，母娘甲你保庇吼。秋哥哥啊！身体健康，你当岁收食到175啊！来三线哦，三线吼，来你好喂。哎，我要报再课。哦，你电话哥啊吼。哎哎，别工作，甲你保庇啊。电话哥啊！你那大细平安健康，你大赚钱啊！哦，四线哦，四线四线哈。来你好。喂。嘿。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可以点播吗？现在不是点歌啊！现在不是点歌的时间哦，现在不是啊。五点我才来啊，恁今麦在播在口呢吼，放人在播哈。来，你好，喂，老师，放人兄，放人哥，那个全家大小播在口。安尼吼，赞，今天去报加班呢。放人兄，你哥会，你会看图呢吼。哎呀，我拢会看。哎，真正，我看垃圾的。安尼吼，别工作，给你保平啊。放人哥。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你赚大钱啊！哦，有哦，对对。来一双一双一双。真欢喜个。来，你好喂。你好，我叫张老师。你玉秀吼。你好。哦，安别工作，给你保平啊。玉秀姐啊。啊，你囡仔大细平安健康，你大赚钱哦。哦。来三双三双。哦，所以咱囡仔若是讲头路咧做袂顺啊，啊是讲呢吼找无头路的呀。或者是讲真咧做啊那啊伊都唔知通补的啊，咱做是多替补一下。开只300块诶。诶啦，迄都唔是介济钱，你讲啊开几落千，开几落万当面啊。嗯。啊，一月只当落都较开只300块。嗯。迄人啊，银行有咧寄钱，咱唔到钱人领。有啦。啊，咱咧财库有咧补，咱唔到有钱水。嗯。啊，人就是安尼。啊，所以除了加做善事以外，佮适度来补这个财库。对对，来你。你好，我报在课，招弟哦，好，别工作，给你保平啊，招弟在啊，哎，用啊，谈啊，请我啊，囡仔大细平安健康，你多赚钱啊，来，计算计算哈，哎，你好，喂，喂，我报在课，内应哦，哎，哦，你含阮一个朋友同名呢，内应，我那叫做内应呢，嗯，哎，对，阿姨生得足水嘞，你一定含伊足水的哦，大家拢安尼讲，哎。别工作，给你保平啊！雷英姐啊，今仔大事平安健康，你大赚钱啊！哦，来四川四川哈，来你好喂。三位老师啊，阿英啊，阿英好，幸福呢哦。哦，嘿，幸福呢，幸福拢好。啊，好好好。我八月报的九月啊啦吼。啊，九月啊嘿。报九月啊。好。上午甲小姐讲啊。好安尼哦，别工作，给你保平啊。幸福姐啊。身体健康，大赚钱啊！哦。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我要来捐一个爱心便当。功德无量，做有慈悲心哦。阿母娘给你保庇啊，身体健康，长岁寿吼。来一线一线哈，来你好。喂，你好。美霜。嘿，我要报在考。好，别工作，给你保庇哦吼。美霜姐。你那大事平安健康，你大赚钱啊！来计算计算，你像老师呢吼，即较早人讲一个月爱报干两届财库诶。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个。啊，其实呢，咱即卖现代人诶。无啦，咱真最主要是咱这老菩萨即卖无咧趁啊。吼吼。啊，咱毋免逐项对甲焦掉啦。嗯。嘛是爱留寡身躯边食烧食冷啊。哎喏。先顾巴肚甲顾辅助啊，对无？那么财库今咱一月只一摆就好。好。你若是讲啊，就像顶礼拜啦。嗯。报了了。咱老菩萨伊报了，迄暝需要着三千。对。伊过顿工就随个赚落啊吼，我遐都无话讲，哦对不对？啊，若无咱就一摆就好啊。你偌济啊？哎，你好。哎，你好，我要补财库。你徐木林呀吼？哎，是。啊，别工作，给你保庇哦吼。哎。啊，囡仔大细平安健康，你大赚钱啊！好，谢谢。来一线，这偏湖啦。哎，对，哦，过咸水的呢。要偏湖，咱的那个湖西哦。
欧塞伊胡西香啊，有胡西香啊，那对啦，哎，那请教老师，那福慧双修的意义，因为咱也够有做者新朋友咧看咧，这无唔知啊，什么叫做福慧双修？这个福慧双修吼，咱只要人得爱啊啦，啊，尤其是咱年岁愈侪，咱愈需要哦。好，迄个修福的同时，咱就是爱个修这个智慧，安尼咱的人生才有算作圆满呐。哦，啊，你啊看。有足侪老大人，伊足福气的，不过伊都阿担嘛恐惧哩。无智慧享福。啊，有诶，读甲未歹啊。有智慧。啊，一世人散屁屁。伊往同款无法度享福。那么你这福慧双修，主要就是你进道名对无？对。明仔载透早，你中间我就先帮咱处理啊。老师亲自处理，无收红包。处理完，咱每个月，咱张会阁聘请着经团来甲咱做消灾兼做消业。像安尼。大事甲你化小，小事化无啦。上重点就是咧修讲连江这条路好行，咱大家人早晚这条路拢爱行的，包括安英啊，搁安张伟都同款。爱面对。啊，都行了会自在，哦，安尼会自然的自在，安就好啊。好。卖有个人无修哦，啊，像安连江目睭要开两支，甲要两滴呢哦，像迄鸡咧挂唔着，后安爱甲唔是声调，像迄个鬼拍着的，迄安就是无修啊，那无啥。你是要安尼会自在，还是要爱甲像鬼拍着？当然嘛，要会自在个。差你啊，你啊！啊，一个月阁开600块，唔免计济。来，你看啊。喂。好开心啊！哎，你接起来呀咧？呀，啊，都伊个阁气着个款。我阁气着，啊，无阁剩两分钟。所以，这个福慧双修吼，咱爱替家己修个，唔是别人替你修啦。人个是讲，啊，着咱替囡仔修，迄着差一开。啊，平平你若平辈，也是讲，迄个人靠什么人要替你修？家己修。那莫靠家己。来，你好。哎、欸。哎、欸，手机呢？哎、欸。哎、欸，安那。要好钱啊！哦，要好钱，母娘慈悲，甲恁保庇哦吼。手机呢？囡仔大细平安健康，你当会想啊？哎、欸，一线一线吼。来，你好，喂。喂。富妹。喂，老师。哎、欸，富妹。妹。我要20个便当，20个便当哦，功德无量哦。然后那个补财库要2个人。好，哎，安备工作，母娘给您保庇啊。富妹姐，好，感恩。囡仔大细平安健康，你当会想啊。好，感恩。规家伙啊，拢食到175个，你大赚钱哦。嗯，来，二线，二线，二线哈。来，你好，喂。喂。瑞林哦。哎，多谢哥！被工作给你保庇啊！那林姐，囡仔大细平安健康，你大赚钱哦！嗯，来三线啊！哎呀，而且大家做有爱心的哈。是啦，所以头拄我咧讲到这个福慧双修，这咱年岁愈侪人愈需要修。每一个月来福慧双修一下。剩咧钱无路用啊！啊，咱唔是叫你在开钱开班呐？无啦。一月只当了都甲开一个600块，贴上一两年。600块正人敢买便当，好只的经团只都无够。真正无够。你看这中尊哦，迄汉草只好，迄一摆拢食两个便当嘞。老师，你莫人破坏咱个形象呐！啊，不过人个足认真啊。足认真嘞，啊功夫足好嘞。哎，真正嘞。啊。所以咱即摆用看到个是呢，咱个中尊哦，刻素文哦，啊，咱个书这个是呢哦，有咱福慧双修名单，哦，佮拢落素文要甲咱并嘞。拢来甲并哦哈，哎你好。嘿嘿，老师，我要报财库啊，甲福慧双修。你修缘哦。哎。好，咱大修啦吼。安保娘啊，甲伯工作，甲你保庇啊！小燕姐，啊，你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你当会心啊！哎，有对。啊，规家伙啊，拢食到175块，你赚大钱啊！哎，谢谢。来一线一线吼，来你好，喂。喂。很帅啦。哟，嘿，啊，要两个。要呐。要搞阮啊？什么照明？什么用电照明啊？吼。哦，安尼哦，嘿，好，母娘出，嘿，安那，啊，要搁保财库，好，母娘甲伯工作，甲恁保庇哦，吼，嗯，囡仔大细平安健康，等我收大赚钱啊，哦，二线二线，哦，这娶某个娶上这个安尼，吼，这太太袂歹呢，拢爱办红事安尼，好事，诶，有咧顾家，有囡仔大细顾甲焦掉啦，嗯，人就是安尼啦，哦，咱啊，离厝里，咱做事大个责任就是嘛，家长嘛，囡仔大细在安尼顾家照顾。啊，无囡仔大细拢个计无用啊。哎呀，即摆都虽然拢有虽然个工课在做啊。哟，啊咱个责任。咱这食饭啊，家中个哦。嗯。咱嘛有工课在做呢，咱顾厝呢，咱重责大任呢。哦，对啊，对啊。嘿。
咱咱咧顾因咧，因咧，因咧安全，顾因咧，因咧灾灾苦吼，对不对？对。哎，好，今朝有咱比较顾厝诶。好啦好啦，无咧无咧厝会叫搬。哎呀。好啦，我无咱今年咱个节目。好。哦，啊，咱若有要好未上手要补灾苦诶。小姐，给你做登记啊！拢贴上一年，重点就是呢吼，你活动是咱老师去的，所以哦，会当无收红包的。所在所在家己的啦。哟，阿刚嘛拢家己来。阿刚啊，家己啦。老师亲自来的。啊，这都奉庙之命啊！我答应要做，我讲到遐做到遐啦。卖搞我气焰啦，功夫拜拜啊！哦，老师才谦虚点。我讲我第二名，啊，搁无听到第一名哩对。来，超级。机车舞。来，我动一下筋骨嘞。左边呢？再来一次。我在呀。放了鬼。预备。二、三、十、一、二、三、十、一、二、三、十、二、二、三、十、一、二、三、十、双手。二、三、十、一、二、三。十一二三十二二三十一二三十一二三十双手一二三十再来一次二二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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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十双手一二三十数礼拜拖出去飘赞我来讲一个阿呆啊和阿花因阿阿母的代志阿阿母什么代志阿呆啊吼伊就是发生车祸啦啊，一支脚吼，去断伊啊，倒鸡脚啦。哦，倒鸡脚吼。啊，倒鸡脚吼。哈。伊煞有自卑感呢。啊，这外表看袂出来呀。啊，伊就穿长裤，人看袂出伊倒鸡脚。哟。那么，伊就拢无交七啦，啊，伊老母我看了毋是办法，叫媒人家做，转做阿花呢。啊，这有型啊。有啦。洞房花烛夜，电话簿啊切花的时阵哦。啊，大家就咧想讲。今仔日阴暗开始，就做阿公阿婆啊咧。对。啊，爱坦白甲阿花讲。哎，人无变安尼，阮嘛一世人伊。啊，无伊倒一支鸡脚那边啊，迄个。嘛是爱拔起来呀。一定爱甲阿花讲安尼啦。好。爱就阿花倒里边啊，讲阿花。啊。咱两个今仔日阴暗就做阿公阿婆啊。系啊。啊，我有一挂代志，我坦白甲你讲。哦，你讲无要紧啊。我是讲吼，我一支互你望看卖啊。哦。阿花就拍鸟的，我叫我望一支啦。哎，阿呆又要讲一支假卡，伊讲我吼买一支互你望看卖。哦。安尼啦，哎呦，哎呦，歹死。歹死啦。哎哎，讲。哎呦，你莫讲懵鬼啦。阿花，你来望看卖，手伸起来讲。哦，你囡仔真粗。哦，我爱看你，我爱看你。你是假卡啦？哎，真正有影是。嗯。伊无甲讲假卡，伊讲我一支，互你望看卖呢。嗯。伊总甲望，哇，真好。你这囡仔真粗。开什么玩笑嘞？好啦，好啦，好啦，因为。人讲溜溜秋秋，食一对目睭啦吼。目睭，那菩萨哦，你即阵目睭好无？歹啊，拢无伊啊，食老啊，看袂清。其实食老目睭就输啊啦。拢退化呀。哦，唔是老花眼，啊无就是酸涩模糊啦，目油啊。嗯，惊风佮惊光。啊，惊风惊光，佮天有诶天袂金啊，佮点佮擦咧吼。点背蚊啊咧。来作者作者，那么食老若是目睭退化，迄个介正常，但是咱卖讲。退化到连工用网的，也是退化到连要看手机也看无，电视也看无。你看像咱张伟生都遮缘投，啊，你咧看电视，佫看袂清楚。哟，哎呦，够无彩。哎，真足可惜的。你2350万人，你找查甫人要像我遮缘投无呢？老师啊，是讲你讲完太上爱笑安尼吼。欢喜笑。哎呀，
安尼。愈讲愈想家己讲，我阿妈讲的，家己学较袂臭臭。啊，无拢无人要甲咱学了呀。讲你歹话都无时间来讲，甲你学了。我说家己学了。这是什么时代啊？啊，我说我讲对不对？有影啦。重点啊，重点啦，重点。目睭啊，这个目睭啦，目睭咱讲熟悉啦吼，因为即卖的人含较早人无同款。安怎讲？咱较早咱啊客厅一排。诶，二十级个，还是上更讲六十级个，足更啊无？扑街诶！哦，即阵毋是呢？你甲看，若去超商无，好贵个，啊，光平平多像迄日时安尼无？有。啊，路边个车诶，灯光足哦，足光无？其实迄拢伤目睭啦。哈，只要有光个伤目睭啊。对，拢伤目睭，尤其是咱即卖老婆婿个入手机啊。外高诶！迄手机诶蓝光吼，诶光吼，足伤目睭诶。所以你若咧录手机啊，你望电话禁掉呢？有诶是讲啊，我着手机啊，着有光诶，我甲着开电话，唔对，你着爱开电话，较袂伤着啦。啊，甚至你开电话嘛是也阁会伤着个。比较较袂啦，啊，你当然你着爱哪入哪休困诶啦，无迄目睭你要用一世人诶，你要安怎迄落，啊雾煞煞，啊有诶人着惊光啦，啊有诶惊风啦。骑奥多麦也是顺着电风啦，是迄落着目睭着流目油啊啦，着滴袂紧啊啦。像这边安怎啊？哦，你免烦恼啦。咱个目睭下眼底要甲顾好用，互咱目睭较有抵抗力个。按张伟有一个方法要互咱，好啊，互咱即个目睭吼，要用一世人个。会光会明。哎，迄人工着搁叫撮开目睭，搁金箍箍。好便宜。那无使，咱着是安尼嘛，着安尼做嘛。袂使无看。袂使无看啦。来，先等下来关心啦。顾目睭，来操持功夫。刚出轨，塑胶单电金开，吹下啪啪，提钢加装掉的。好，我就讲一，正平一个，正平一个，倒平一个，倒平一个，头前一个，后边一个较好伊。好，就是两三年、三年一口气过来，那不要紧啊。好，我就讲一咩，徐志，我两公一，我两公三。今晚要讲笑话啊！讲啊正经的老师，你拢讲一寡遐无正经的。好啦，安那，我来讲迄个阿呆啊，甲阿坏两个人都新婚之夜，对无？够有哦！有哦、喔，哎呀，今晚哦，红阿婆嘛，红阿婆啊，阿花去摸阿呆啊的黑啦，我摸完啦，啊，好啊好，阿摸的先讲。呆啊，这是啥？哦，摸着阿呆啊黑啊，阿呆讲黑我的大鸡鸡啦。哦，大鸡鸡啊！大鸡鸡哦，啊大鸡鸡，敢有鸡肠啊？敢有哈？哦，我的大鸡鸡无鸡肠啊，无鸡肠啊。啊，大鸡鸡敢有鸡筋？哦，敢有哈？无有鸡筋，嘛无鸡筋。啊，无你的大鸡鸡有啥？嗯，我的大鸡鸡哦，有甲你讲个死死混混的鸡精。谁知道你觉得了不起？好像世上只有。
是因为太爱你。眼睛望着你，我实在喜欢你，想要认识你，我俩做个朋友没关系。谁知道你觉得了不起，好像世上只有你，我愿意为你把头低，那是因为我爱你。我有一天在那街上遇见你，有幸过去和你招呼诉情意，你仿佛有一朵笔，眼睛望着你，我实在喜欢你，想要认识你，我俩做个朋友没关系。谁知道你觉得了不起，好像世上只有你，我愿意为你把头低，那是因为 I love you。 头拄只，我要上节目嘅进程，啊，带伫咱高雄嘅陈太太，伊家咧甲我讲，张伟，我真感谢你呢。为什么呢？啊，因为陈太太因这个小妹吼，伊小妹有哪要七十岁啊？哦，有那住伫高雄的小港啦，啊，因咧小妹就是目睭吼都有去开白内障开完，啊，回来拢安尼雾沙沙，规个买蠓仔一大堆安尼，规个雾沙沙，啊，医生开药食，拢食无效啦，食无效。那么陈太太打电话讲，啊，迄要安怎？我讲迄就是吼，伊白内障要开刀的进程，伊无要开的进程，伊无保养。啊，无保养，眼底无够用，刀开落的时，伊咧恢复就慢啊，营养无够啊。所以伫这个时阵，爱赶紧加强落去，家照顾。嗯。啊，安尼咱的目睭照我都恢复。尾啊，伊就介绍伊小妹用我的观念方法，安尼头到尾，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尔，伊讲好，即马目睭足金的啊。哎。金甲像个高难富的安尼好。安尼袂安尼，无本地讲开长啊，讲规个讲雾沙沙呢。有够有差诶。哦，啥物差呢？差侪呢咯。伊也是开有开目睭，迄若无开的人来用这个方法，哦，目睭阁愈金，嗯，阁愈赞，哎，啊，阁袂点袂擦，啊，袂流目油，阁唔惊光，啊，也袂惊风，也袂惊光，所以哦，要顾这个目睭，这爱有方法啦。咱张飞哦，自细汉就是拢阿妈带大汉的，阿妈较早那咧添衫裤，嗯，啊，迄针若无线，就爱阁叫我甲穿线，啊，无，因为囡仔目较金的高难度啦，啊，伊就讲叫我就爱甲穿线。哦，啊，咱呢，拢落来一搏一个过啊。哎，啊，老人个托个。囡仔棒嘛，啊，老大人离啊离啊托托托托到迄线拢离拢离线过去啊嘛，啊，佫撞袂过。哦，啊，所以拢爱甲撑。啊，所以咱张飞唔呾想讲啊，人呐一旦食老，目睭就会退化。一定诶。可能老菩萨恁拢和阮阿嬷同款啊，年岁有呾有啊吼，啊目睭就拢雾沙沙啦吼，啊无就是拢看无啥有啊啦。啊，你若是讲吼，食老退化拢算正常，但是莫讲退化甲会点啦、会擦啦，啊有诶是流目油啦，啊有诶雾沙沙，电视看袂清楚啦，连咩录手机啊也无在调啦，哦是毋是安尼？安怎拢毋对？你无保养，绝对会愈来愈严重哦。那么我阁要甲你偷讲一件代志哦，因为咱诶目睭诶神经吼，
一旦若捡歹去，伊就袂阁好啊、哦。啊，无咱要顾的。伊若阁会好，就无人会签名嘛。哦，要顾时还阁有。咱的目睭吼，一类拢超过100万条的视神经。嗯。超过100万条，迄囡仔目当出事，迄囡仔目较金的高老人就是。足可用。因为伊目睭足金嘛，伊无伤着嘛。随着咱的年岁，有可能咱目睭用了过度读册，吼，也是光线照着，也是咱感冒，也是咱有外来的伤害，啊目睭安侪啊。用久来退化，所以咱的目睭的神经就一直歹去，一直歹去，一直歹去。有可能100万条，你只存5分目尔，存50万条所以你会愈来愈无，愈来愈无，愈来愈无。啊，有个人存3分目，存30万条尔。哦，你还紧搞搞掉哦。咱的目睭都含咧手机的同款，那画素若愈侪翕出来就愈水啊。啊，画素若愈少翕出来就雾沙沙，咱目睭就像安尼。所以你唔免烦恼哈。有3分，咱甲顾3分；有5分，甲顾5分，唔通阁叫退货落去，无连讲你着用蒙的啊呢？青面无看呀咧？那用蒙着去了了啊咧。所以，那目睭的问题，唔是张飞分解开。我最近诶用心，咱老菩萨大家拢有看到啦吼。我讲为着要顾咱的目睭，我请专家来研究哦，开2间老啊厝。好，还要更好。啊，大家学了，好，大家拢修补。对。真正用到了后，就讲真正有够赞，啊，佫唔免开足济，啊，目睭佫顾佮会佮好势。老菩萨，啊，无咱食老无咧赚啊，你偌侪钱通开啊？无。啊，讲着佮足侪钱啊，咪刷咧啊卡卡，咱袂使去开冤枉钱啊，袂使浪费时间啊。一个要对路。迄目睭迄若小看咧顶台，咱的生活就困扰安尼，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咱张飞吼，为着想要顾阿嬷同款，迄种迄点心来顾咱遮乡亲朋友、老菩萨安尼，把咱目睭顾好势。目睭袂使无看。哦，咱就是爱安尼做。啊，顾这目睭吼，我就讲我足骄傲的，就是吼，早当时迄阵，离咱这个广播电台，哦，迄阵我还袂离电视的时候，我伫广播电台，我咧关心着咱的目睭的问题。那么迄一天有一个恶丧吼。我落节目了后，伊敲我的电话，伊敲来的电话，我伫电话当中听伊咧讲话，我就知影这个人介困苦。伊甲我讲：“张飞，我吼家庭吼有经济困难啦，不过吼我足需要吼你的方法顾目睭啦，因为吼医生讲我的目睭上高动过剩半年。”我得找命啊！目睭阁无看呀？嘿，因为我本身阁有糖尿病，啊，所以医生讲我目睭上乌动阁半年就找命啊！啊，我今上烦恼的就是我迄个孙，伊个孙伫脚目底咧走来走去，还阁穿只就拄啊头壳阁会曲着倒啊角个。伊讲哦，我上烦恼就是我无多看伊大汉啦，你敢会当甲我帮忙一下？啊，无啥，咱若听到安尼，你电话敢挂会落？挂袂落啦。虽然无钱，但是咱都要甲关心啊。社会即个弱势人介济啊。嗯。往你第几户我转过？伫咧凤山，迄5楼的公寓，伊共租伫4楼的。我起身叮咚，哦，过真久才来开门，因为伊目睭无啥看，伊个看到我甲一部乌乌安尼尔啦。我先做介引导伊看无啦，啊，伊刚看一部乌乌安尼尔。那么伊门开开，我入面哦，啊，闻到酸溃酸溃的味，我看桌顶，迄桌顶遐物件，啊，你敢会要倒掉？伊讲无啦，迄阴暗腾腾的，搁会吃进啊。听到老更甜啦，艰苦人有够济啦，真难讲舒心。看你足唔甘的。嘿啦，啊我看囡仔伫遐走来走去，我讲啊恁新妇咧，啊都无我讲款的走啊。哦，出去呀。无离厝里啦。囡仔放的出去啊。嘿啦，囡仔放的出去啊，我讲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迄啰，恁新妇由伊选择伊要过的日子啦，咱也免怪伊啦，咱将心比心啦。今仔日咱的祖囝，咱嘛无爱嫁像恁这安尼用到送到庙跪了伊的，咱嘛无爱。哦，啊，所以恁免去怪囡仔甲孤单，我甲你照顾。哦，照顾就讲我你的目睭，我甲你顾好势。安尼囝哦，无歹囝，毋过有工作工，无工就休困哩，所以经济真歹。打零工诶。嘿啦。安尼用我的观念方法，安尼，加进已经超过20冬啊。伊的目睭吼无较好，啊嘛无较歹。目睭无看。无，因的孙哦，本地伫个脚目底，头壳阁弄着倒啊角个吼，穿只就拄啊伫走来走去无，即马头壳拢加我，伊正加我差不多要一个头啦，
关多了，我去拢阁叫我职工啊。目睭顾掉的呀、啊。你啊，目睭阁顾掉。所以老菩萨，这就是我咧讲的，讲有当时阵吼，咱也是接到好音好缘哦、嗯，你都拢免烦恼生死缘出人风啊。对。所以你的目睭的生涩模糊，那么以为白斑啊症的，白斑症的就是咱的巩膜的透明胶状体已经氧化。像安尼。所以咱看物件做事会去炸掉。啊，会飞哦。哦，这一个月就都听我家聊聊了啊。哦，啊你若白内障爱开刀哈，但是我头拄则讲起了，开刀一个保养，开刀后的照顾，这较关键啊。你白白同一个医生开的，一个好溜溜，一个无啥啥，迄就是有顾甲无顾都差哩，遐后边。这个可能家己顾啊。啊，你免烦恼，有张辉家你顾。好。哦，你若要开，你爱开，我已经开过啊。啊，不过开刀前你无保养，无要紧，开刀后咱好好照顾。对。生涩模糊、拉白油的、点的、擦的，这拢算小事啦。啊，那迄个。啊！你若黄斑部平平的吼，黄斑部平平的，咱脚动较大嘞，慢个恶化，慢个叫恶化去。哦，你一定爱安尼，啊，青光眼的可能医生若看会使是着爱赶紧去开刀，爱开刀，迄神经平平的。嗯，迄目睭蛮失明。但是开刀，开刀前、开刀后的保养照顾个介重要啦。啊，无要紧，掌握这个观念方法落去，把咱这对目睭甲顾好掉。好。那无使咯，你出运啊啦。啊，今仔人大家出去佚佗，你也无带无钱，拢踮厝咧看电视，都听着我伫遮细细念。适合来顾目睭。我讲你真正出运啊啦！你咧有命要改变啊啦！来啊，买牛猪皮干保平啊！哦，身体健康，食到175啊！做来顾目睭。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侦查队队长李正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多，防 AI 诈骗最好的方法，先与亲友建立通关密语，最重要的是要再次打电话跟亲友确认，才不会被骗。诈骗集团会利用职场新鲜人没有工作经验且急着寻找工作的心态，如果误入陷阱，除了可能背负前科外，更有可能负担高额损害赔偿，不可不慎。如有发现可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专线咨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关心你。来哈，食老公大行输，独独就是这行未使输。倒一行诶？非安同诶金汤羹诶哦哈。叶黄素。金汤羹诶叶黄素哦哈，来看了哦吼，非安同诶哈，非安同诶哦。金汤羹的哈，叶黄素，哎呀，咱的叶黄素是目前上界升级、上界升级的哟。你若有这罐哦，你就别甲拔啦当做念物啊。有这罐就像个高难度咱的金金 金哈。有你选的叶黄素，伊这公司吼，一周三罐3000啊，算咱2500，安尼优待2500块。公司就是安尼三罐2500啦，嗯，哦，有优待啦。今仔日有买的人哦，买一组我甲送一组啦。买一组，老师送你一组。安尼吼，老菩萨咯，安尼哈。六罐药。啊，20个就好啦。20个才有优待。20个就好，啊你这若像小朋友国小到国中诶吼，一天一粒就有啊哦。国中以下一天一粒。哦，咱这个金汤羹诶叶黄素含市面上诶叶黄素无同款哦。嗯。啊，你若是咱诶高中以上甲老大人同款，啊早暗两粒嘛。食饭饱食。哦，其实呐，啊20个啦哈。20个才有优待哟。啊，你全部互你开2500尔啊。足俗个呀。2500个厝内面囡仔大细哦吼。嗯。0800012589啊。过过过了就买这罐啦，所以看咱老师今日个大优待哟，要一组送一组六罐，也个赶紧卡。是，来赶紧嘞啊，来北部五组啊。优待五组。啊，中部有哪五组啊？中部。啊，南部有哪五位金手落肚哦？南部。花东平湖有哪五组？全部优待20组。安多20组啦哈。哦，六罐也2500。啊，你今日老买哦，若你个孙啊、你囡仔伫外口咧读册，你著叫伊炸两罐仔去呢。一定爱个。哎，其实呢啊。现代人拢爱顾啊。啊，老婆生，你家己本身有哪都爱顾呢哈？来，你好。诶，张伟啊。诶，趣味哦。诶，我想要诶黄素的。黄素哦。还有红丸呐吼。对。来一双一双哈，谢谢。心灵。来，你好。喂。诶，按收下哦。诶，黄素哥。OK， 你讲哦。啊，来一双一双一双。一组够咱全家人。来，你好。诶，那个张伟啊吼。红帅美凤哦。哦。拍水。拍给贝哥。喂。哦，喂。喂。嘿，嘿，你好，你也张惠呀？嘿，你美凤？我美凤啊。哟，安娜。
我要一撮叶黄素。哦，一撮叶黄素啦。啊，一撮迄个南瓜子。跟一撮南瓜子，安尼就两撮就送一粒中澳茶啊。哦，啊，送是要送。哦，你时间甲小姐约哦，来，其实咱三线三线吼，哎，你好喂。张伟呀，嘿哦，哎呀，食目睭诶，未使讲器官来四川啊，四川哦。来，你好，你好，嘿，要一组，一组，咱住伫台南哦。啊，你住台南呢？诶，台南。哦，赞诶。你头一摆哦。嘿。好好来四川，四川。感谢朋友。有。来，你好。哇，来去健康活动，咱的叶黄素是目前上个新型的游离型的叶黄素哦。今日这组叶黄素食到老婆山，你看下你高度换一招，你个无问题。咱过去较早叶黄素食足济，咱卖去人中伤。对。啊，你得甲比拼一下。无脑亏耶。哦，啊，你今日老买这组，恁家的别种排出的叶黄素有哪忙蛋掉啊？啊，我们来吃。咱的一粒。啊！恁家的白种白煮的一粒，按两粒甲掺做伙食。安尼你个当比较，安尼拢无拍算啊。对，那忙偷济啦，偷济两工个出去交我便宜啦。来，你好，喂，喂啊，嗨，余慧，哎，一组，我要一组。OK， 来一双，谢谢哦。来，你好，哎，过目睭的我也买。你稍等下来，放个先，别那个器官。来，四双啊，二双。来，你好，喂，嗨。叶黄素得做好啊！龙英吼，系啊，好好来三山老朋友啊，老朋友。这拢讲完够要固定的呀。来，你好。叶黄素得做。这中医哥啊哦。哎。来四山来中医哥啊，四山。那么呢？公司的产品，所有的产品，各个要只要两组药哦。是。那个加上咱只阿中澳茶。咱这中澳茶，这是养生茶。伊无咖啡因呢。伊唔是茶心，唔是茶休哦。伊袂甜哦。啊，伊吼足有热，伊一包会当泡一千 CC。一桶甜甜多一千。会再泡一包，啉到中昼。中昼泡一包，啉到阴暗。足好啉的。重点伊袂甜，啊伊芳芳介好啉。啊。啉了会足好困的。啊，佮止嘴干，啊佮袂胃。哦，啊你若。你爱啉啉的，那好困哦。内裤啦，叫恁翁留意哦。吼，也是叫护理，你蛮乖我哈。好啊，你可以当用咱中澳茶配咱任何产品哦，拢总可以哦。像我拢改当做茶啉，啉几工啊？当白茶啉。我拢当做茶白茶啉哈。啊，你了解哦，两组那个产品，两组那个加一盒中澳茶。是。啊，你若买三组的产品哦。送三盒的中澳茶，还蛮做功课啊。你若买五组的产品呢？送五盒的中澳茶啊，吼，这真正做会好的。啊，你若买十组。五组的，我就要走路啊！佮一直佮十组嘞。十组的上面你佮上十啊，以此类推。来，啊，佮六组尔无啊，无十组，无十组啊，佮六组尔。哦。北部两组。北部。北部乡亲的朋友老婆生。赶紧卡。赶紧哦啊！这等下来聊。哦，这今仔电话卡会通两福气。中部两组啊。中部。紧手就多忙输人啊。对。南部嘛两组啊，纯粹要六组，安多六个人客啊。咱的叶黄素是目前上界先进、上界先进游离型的叶黄素哦。这叶黄素游离型的啊，这组我甲我讲，甲我开两间老阿厝，聘请专家朴素研发嘞，真正请专家朴素来研发。咱的自家品牌，老婆生咱哦，食会到这组哦，这咱的福气。尤其咱新朋友的体验，电广是咱的马克里家，这咱的招牌哦，这咱招牌哈。对。空八空空空零五八九，那个人叫什么人？新朋友，你来体验看卖耶！哟，安装这好酒顶放地呢？好，已经看落尾啊！狂傲呢？啊，搁六个呢，2350几万人，搁有六个幸运的，什么人耳屯较高的？剩六分，就两分钟尔。较有福气的，电力管理也开啊！剩两分钟尔。来，你讲。老师，我要一组啊，搁一组红。搁一组。山谷红。山谷红。啊，这个听着，安尼就两组送一个中澳茶哈。来一刷谢谢，恭喜你，看到无？哦，这咱老朋友啊。嘿，啊，咱咧中澳茶这拢有加持的哦哈。来，你好喂。哎，我要爱叶黄素。哦，咱咧咸水的文斌兄哦。对。啊，好，来玉山文斌兄来谢谢。来，你好。我要叶黄素。这中澳上介水的丽英。丽英啊，丽英这样。哎，丽英哦。你出门一定有人解肉的哦，解烤翅啊，未歹哦，来三双三双，要拍摄影啊，来你好，喂，要一组，一组哦，你啊嘉义呢？婚礼，婚礼哦，好来一双婚礼，谢谢，赞，剩三组，啊，按个三人去，赶紧看嘞，乡亲那边老婆说，北部一组，中部一组，南部一组。
哦，好酒点忘掉？好，已经看落尾啊！这有福气的鱼船钩的电力管业的一通电力改变咱的运命啊！有你想的叶黄素、哦，最后三个哟，张威，我给你买一组。赶紧卡！电力赶紧给泡汤啊！重要重要，三组要给咱的新朋友的体验，再体验。一通电力改变咱的运命，赶紧拿电力给泡汤哦！哈，哎，你好喂。哎，我要保养厂，来，我们来，我好野人谢秉承，来一刷是谁？嘛是赶快要搁存三组，三组、哎，哦，你甲看，啊，你买两组的产品加一盒中奥茶，对啦，买三组的产品，那个中奥茶送个三盒，送三盒，买五组送五盒，哎呦，以此类推，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用咱好行，赶紧的，哎，老师，咱这三组搁三组的。我多啦，嗯，啊，这物件这么俗，着人啊，才两千多，这不是贵俗的问题，啊，无咧，是伊足有交代，而且这是呢，老师用两斤肉老外素研发出来的哟。咱食，咱的清淡朋友有咧食呐，剩一罐两罐的哦，爱叫起来哦。有你想个叶黄素，哎，今仔日袂使漏开哦，哈，袂使漏开，剩两种两咧。我来分吹啦，好，啊，恁卡电话啦，好，电话有通拢有啦，哈，好。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搁两个人客啦，哈，来就无啊，哎，搁剩两个人客尔，啊，这两个人客唔知啥物人较好奇，小等下我若转落去哦，电话若通，小姐给你服务啦。那啊，两千五，啊，即阵泡开我服务啦。有你想的叶黄素，是，干脆安尼，无我来分吹吼。好，哎，若无咱节省时间啦哈，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来一箱。老婆再继续卡电话。七号的，七号的哦、喔嗯，是咱人物哦、喔，哎，明珠仔呀，点一首歌曲《醉茫茫》。这首歌咱的凤荣兄嘛，较爱听吼，搁有咱的刘佑成大哥，搁有咱的桂化姐，到底哪一首？
看咱的节目吼，啊，到这个时阵来，就是按张辉的碎碎念的时间啦。老师碎碎念的时间。我来讲，我这个乡亲那边的老菩萨，总爱听张辉的碎碎念的。哦啊，咱念咱念有意思的，咱不是咧念咧无意思的。看节目爱看有意义。对啦对啦，看我的节目，咱张辉的节目都我也无计较啦，都坑话坑话啦，哦，坑话坑话。我就讲社会呐，加一个好人，减一个歹人，大家共同努力。哦，是不是安尼啊？啊，哎，有一个慈悲的心来关怀咱社会，啊、哦，这种这介重要，啊、哦，这介重要。所以哦，咱要加做一挂好代志啦，哦。较早我会记得，阮做囡仔时候，阮阿妈嘛，咱甲阮讲呢，咱到家庭善，啊，咱都也无钱，当去栽培恁读册，哦，做高人。无咱做好人，哦，无多无钱，通去栽培恁读册做高人，啊，无咱做好人，咱唔通做歹人，哦。所以阿妈拢讲哦，劝人啦，做好代，肯定伫咧食早斋啦。有这句话呀？哦，有咯，有咯，有咯。我会记得，阮较早阮做囡仔时，阮庄仔头吼，有一个查某人，伊互我足深的，下一个记忆就是呢，伊大家在拢会咕咕咕咕咕咕阿弥陀，那么那么啊，念经，哎，念念念啦，听听。细汉的时阵啊，时常嘛常常看伊伫哩遐念经呢，吼、哦，哩遐念经。不过伊并唔是尼姑啦，吼、哦。在家修。伊个在家修的啊，含咱作者咱有年纪的人同款啊，逐工拢哩遐念斋念佛，吼、哦，啊求平安，互咱的心灵有一个寄托安尼。就亲像咱真个老菩萨伫哩护持母娘中殿照明，啊哩福慧双修安尼同款。袂歹。心灵上有一个寄托啦。嗯不过，阮庄卡这个查某人哦，伊都作爱骂人个呢。啊，个嘴咧念经呢，啊，手咧蒙灵，就是安尼啦。啊，都，啊，讲开，啊，都作爱讲人是是非非啦。哎呐，有一摆差一点啊哦，甲厝边一个左人哦，安尼讲话讲到，害个左人阿妈去自杀死呢。啊，这严重啊！是啊，是啊，所以人讲啊，这查某人咧念经白念个啊，食斋白食，就是安尼。我会记较早我读册时阵吼。啊，迄个查某人，就因为可能长期破病，啊，就过身去啊。哦，念经这个查某人。呀呀呀！正早特色就并不是杀生啊，佛家人是认为讲无杀生，就会当积功德啊啦。咱若积了功德，就会当为着咱的家己，也是为着咱的子孙，的这个现在未来，哦，甚至后世人来替这个替因来积这个福气福德。哦，真侪人正早就是安尼为着这嘛。个人也有那袂少人去怀着迄种慈悲的心咧咧食斋，伊就是无爱杀生。但呢，伊袂当放任的，就是讲，佮有较侪人咧食斋，拢带着迄个功利的想法，是讲话我若食素食素性哦，食斋吼，看会当得到甚物好处，袂甚物处。其实唔免去想迄啦。哦，唔免想迄啊。唔免去想迄啦。人咧做天拢咧敢看咧啦。其实。要积这个功德，并不是一定要靠吃早斋啦。啊，无咧。啊，若无吃早斋，咱就无多做。行善做善事，这个工课，换一句话来讲，积功累德，哦，对咱，咱就对咱的众生有一个慈悲心的开始。哦，这嘛是咧积德。对啊，对啊，所以因此一边咧吃斋，一边伫咧有个人咧做迄不是善事的代志，安尼都斋都拢白吃呀。迄像阮庄卡迄个查某人，有啥物共款？所以我阿嬤說一句話很有道理，勸人做好事，肯定在吃早餐。這句話就是因為這樣立法的，也就是說勸人要做好事，肯定你在吃齋念佛。所以這句話在強調就是說積功累德的重要的實質，那不是形式哦，存著慈悲的心來吃齋當然是好啦，哪會當又再做好事，又苦勸人來做好事，那個更加更好。就即阵，咱张辉咧苦劝咱大家来做善事，来关怀人的弱势，啊，来赞助这个爱心便当，哦，对不对？安尼，咱嘛是咧劝人食斋呢，哦，咧做好事呢，嘛是咧积德，这嘛是咧积德啊。哦，啊，即有食斋无食斋，拢这都拢无重要啊。啊，无重要啊。哦，对不对？重要就是咱哦，诶，有咧做无？劝人做好事，看人食早斋这句话。有淡薄仔口舌迄款哩咯，嘴咧食斋啊，然后嘴咧念经，手咧蒙灵的人就对了。哦，但是要如何来积功累德，做上介好的一个解说，就是讲啦，咱都大家无一定爱食斋，但是起码很多，咱一定爱
教人做好代安尼。心存善良。安怎无？啊，做好事。嘿啦嘿啦嘿啦！来，赶紧嘞，来点歌点歌。来点歌时间哦。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一动一个讲三句。对三句。我到底我什么人？我听什么歌歌？简单要用明了。来啊，电话赶紧夹开，我手要烫掉。小烫烫。哎呦喂啊！中烫烫。啊，我白瓜宝诶。啊！温热暖又怎样？有啊有啊有啊！对啊。喂，老师，我是要，我要点月儿向联盟。OK， 我拜一路哈。哦，拜拜拜拜，那你好。哎，你好。哎，玉琴哦。哎，哦，厉害哦。哎，我要点迄爱惊气。啊？爱啥？爱惊气。爱惊气哦。爱惊气。哦，爱惊气啦。哦，我拜油哈。好，谢谢，拜拜。哎，你好。那我是叶文南，我给刘二成，我叫几句那个跟起吼，那个林宏大哥听。OK， 拜三回哈。嗯，拜拜。来，你好。喂，帅哥美女你好。王小姐。拜托你给我唱一条《酒梦》。酒梦来拜四回哈。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喂，张老师好。小贵啊。哎，我要等黄昏的马车。黄昏的马车拜五回哈。好。拜拜拜拜。没啊。拜那个。嗯。五条，讲要顾健康，大家小心。啊，若要点歌咧？啊，要点歌，像爱恁的名。点五条，十条点五条。慢些猜啊。嗯。阿无使咯。嗯哼。迄连江会猜足久的啦。连江看是要猜两边啊，猜火边啊，猜顶边，猜下边啊，无猜猜好做伙。嗯。啊，相片就叫交代来猜好正。未使猜无正啦。猜无正，香歹查。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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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啊。老师啊，美丽啊，阿英你好，你好，哎，我来点一首《桂花》。桂花该拜哪个哈？好，感恩啊。好，拜拜拜拜。喂啊，喂，哎，秀琪啊，是啊，啊，哇，你不是黄秀琪呀？无你对，哈，你不是黄秀琪呀？无你什么人？哦，唔认识啊，搞唔着，拜谢拜谢。好好，来你好，老师。哎，凤龙兄，凤龙兄，甲辰龙年，老师在大伯的秋天要大丰收，好，谢谢。春天了，啊，又是秋天了，又是秋天了哈。哎，白气头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张师兄。哎，王春。啊，你好。你好。你好。啊，我点一个梨花嘞。啊，梨花嘞哈。我要白贝龙哈。好，拜拜，拜拜。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李香，哎。啊。唱得心疼，心疼呢，没啦没啦没啦，处理你就好啦吼。没啦，心疼。哎，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你好。哎，啊，我今朝过那领资源。哦，你真早有领哦。哇，你刚是？跳歌啊！哦，跳歌呢？有啦有啦。哦，跳歌啊！我拜五拜怎么啊？光亮之卵，拜拜拜拜拜拜！伊要听光亮之卵呐，跳歌啊呢？哦好，嗯，安尼安尼十号啊，十条啊，十条啊，这条挂本本的，我来关心咱的身体的上界重点好唔好？重点是啥物呢？那不是注意听哈。好。咱过去较早拢。嘴齿疼、大下海、啊，巴肚疼、大肚仔、目睭疼、大目眉哦，迄叫做治标无治本啊！啊，所以咱的身躯顶哦，毛病较会一大堆啦。啊，这人还袂好，迄人过来，迄人还袂好，迄人过来。啊，医生看走袂离，干药啊，排无时间通食。啊，无变安怎咧？拢唔对，拢唔对。无变安怎咧？咱为中原头啊。中原头是虾米货呢？中原头甲落起来哦。那不是以后有足侪病，你免看医生，唔免食药，伊拢家己好用。对。啊，你都袂过伫遐食饱，伫遐看医生食药呢。好。啊，身体健康拢赚的，安尼无。好。我这道瓜分袂连，开来甲恁分享啊。好。来。你安怎做好咧？为中原头热起来。减少咱身躯顶的病痛。如何哟？如何哟？来哟，这首歌曲相当精彩咧。咱的桃园的最发最发歌啊，听点播的歌曲哦。
这是咱大理呢，桃园的水发兄，甲咱点播的歌曲。双人枕头了，介意喊你甲咱点歌嘞？是啊，是啊，是啊。但是这个歌曲哦，差不多三十当前。这久啊哦。我差不多哦，三十当前的歌曲。我三十当前啊，啊，嘉靖歌大概做爱唱。佮做流行的。好啦，重点啊，重点啊，头拄只要讲，要安怎对咱的中源头身体中源头，互咱减食药。把这个蛤蟆头的电给送我去哦，啊，咱就减钙质，食钙质药啊，那无啥咯。中丸头。咱哦，年岁愈来愈侪，你无讲病愈来愈侪，人讲病从口入啦。食入去。咱的病拢食入去。嗯。对做囡仔唔捌代志开始，一直食三顿嘛，有诶这个食点心嘛吼，啊，食到肚阿妈滚起啦，啊，食啊。啊，你着芳啊，食草啊，食啥糖，食甜啊，食软啊，食糖，食无吼？食爱食的呀。对对对，即卖年久未深吼，伫咱的体内内面，就拢累积着遐太高油。遐太高油会安怎吗？哦，这。迄个太高油哦，嗯，伊若塞伫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出问题啊。比如讲咧。比如讲，伊若塞伫目睭。目睭。啊，目睭就雾沙沙。哦，所以你顾目睭，还讲顾袂行。有个人连去看眼科，目睭都看袂行哦，迄个太高油太厉啊。太厉啊！啊，有个人太高油太厉心脏的啊。嗯。伊心脏无安那，唔过伊即马太高油太厉，心脏心包油，你知无？心包油。哎啦，迄油拢太厉啊！啊，迄会夹开啦。嘿，无命咧。哎，你唔知伊，哎，你那到落尾，伊你会较熬喘啦。走路熬喘。哎，啊，这个方法你要好哩哦。伊个太高油清掉，你咧走路就袂喘啦。哦，下太高油。哎，安尼下太高油。啊，有诶太高油，太多，太离咱诶肝。会安怎吗？会叫做肝包油。肝包油。啊，肝包油吼，就是，毋是讲按一点一点油，迄个油甲肝包，毋是呢，是咧肝内面诶血，拢塞油啊。啊，所以肝包油。啊，迄肝会顶呀。会硬化。啊，所以咱甲遮太高油搁甲清掉，咱着负责清遮太高油，像查甫人咧无爽。嗯。伊整大拢太高油，啊，迄马甲清掉，伊了无爽，就袂整大。过来啊，查甫，咱的油脂网啊嘛拢太高油，所以网啊脱掉的，你油脂就歹呀。对。啊，得洗油脂啊，哎呀，拢甲洗，咱油哪有油带，哪有油毒，啊，遐规个太高油拢甲清清的。下太高油。下太高油下下的，安尼咱的油脂就袂叫歹去。嗯。所以你若只太高油下下了。你有身躯顶有足侪毛病，唔免看医生，食药就家己好呀。遮赞着，佮包括。你看迄、那个咱咧查某人无吼，那嫁翁了后，伊个头有诶伤诶下害啦。双下巴。啊，太过有积力啊！啊，有诶肩胛头顶高啊无。哦。啊，有诶手骨都老老害害啊。蝴蝶袖。啊，两粒就碎碎啊无。嗯。啊，要多烫一年、两年、三年。大不多烫。脚掌头拢转颠大诶无。啊，大腿拢变只粗，那翘腿诶，迄就是拢咱诶太高油，啊，无较早较早做做囡仔，咱都无安那先啊，互阮翁呼呼咧，哼哼，然后大高起来，啊，你着代谢歹，你太高油拢积掉。哦，年纪有啊，代谢个歹呀。对啊，所以你诶毛病唔带出来。甚至啊，搁会静脉曲张哦。哎，普加金诶哦，嗯，你若会普加金，伊诶管理着腹内内面诶器官就会有那安尼。五脏六腑嘛，拢会静脉曲张。这是咱伫外表看会到诶，离咱诶体内内面诶。诶，五脏六腑哪会安尼？哦，这引起咧肺部栓塞哟，这会无命咧。会无命，你唔知会无命。嗯。所以吼，咱的太高油要甲下下掉。哦，咱得爱下一支，唔通下百外哩。为中丸头。中丸头，规个油甲伊清掉了后。下太高油。嘿，你会感觉奇怪呢？像嘛人转清爽，该你看应该倒啊。哦。应该你早当时十外年前来公司。来讲要因主持人，我惊一日呢。那是惊一日嘞。我当作要来清平素的，那是要。迄阵的影啊，唔只卖影啊，我差偌济。看一日，咁啊。来看一下，看一下。来，嗯。好不？讲这要来做主持人。嘿喏吼。哎呦呀，我啊，迄阵头家摸咧手。嗯，啊下太高油。太高油下起来，怎变只嘛呢？看腰身拢走出来啊。腰酸咧，破卡针倒毒。唔是减肥哟。无啦，减肥都不记得啦。老师，你咪来，你炸起来。我炸未开。你炸未起来啦。真炸未开啊！哎，下太高油。较早安怎个嘛呢？啊，即卖。啊，即卖安尼。太高油下掉。拢缩结落啦。嗯。咱即卖身材转变了呢，迄嘛拢结实落。对。伊袂老老啊，啊，袂老滋老滋，诶，袂老滋老滋，啊，咱若有这个肉了后，咱咧走路就袂跋倒，那无啥咯，
咱你看，真介侪人拢爱食迄什么高蛋白无？就是乎你，乎你有较袂有肌少症啊。啊，咱这个方法落去哦，咱的肌肉伊就较有力，较袂肌少症。伊就较袂有肌少症，啊，走路就较袂跋倒。哦，这样子。啊，身躯顶个体格又搁轻轻的哦，哦，人搁袂搞毛病。体格有了轻点，换回了咱的肌肉。对哦，哎，真正实在，大家都学到，大家都称赞。哎，下体格油。下体格油，你来按体格下下的哦。那我说以后你就免常常。要看倒一科，看倒一科，介侪毛病你都免看医生，吃药拢家己好。你甲问医生，你甲讲我讲的，哎，真正就是太高油哦，害咱即卖现代人。你甲看病的，哎，有个人无明白，哎，无明白一大堆呢。拢暗记呀，检查拢暗记。去看看病哦，会再七早八早去拜拜，甲用暗顿啊，安尼甲吃暗顿的。足可怜的啦，啊，无在卖回一工啊，卖回一工。爱下太高油。咱甲太高下下嘞。啊，人清爽，不是减肥哦，啊，未搞破病，三顿照吃，身体健康拢赚的，安好唔好？好啦哦，来，无牛啊，猪鼻来敢保平啊，身体健康吃到175啊，再来下太个油。大家好，我是潮州分局侦查队员简义珍，今仔日来为大家介绍吃 AI 诈骗的手法。现今因为 AI 技术发达，较早用电话中假做是你的亲戚朋友买借钱的模式，已经转变成用画面变声的方式来甲你视讯借钱。目睭看到无一定是真的，卖汇款、卖提供个人资料，若是有问题，爱卡反诈骗专线165。来啊！咱的印加国油哦，欠汇欠介久，哎，欠汇欠甲。啊，这台湾的哦哈，台湾的，这台湾的哦，果油该食台湾的。足侪人讲我要食台湾的，咱台湾的哦，予咱安尼加较放心啊。来看一条哈，看一条。来，非安东的哈，333的印加果油，印加果油啊。来，大家搁有空过欧米伽369。哎，来啊，赶紧哦。这一罐一千。3000块，三千算2500啊，又带2500块。啊，我有争取两罐要送给咱，每一种三罐送咱两罐。安尼安尼吼，安尼两罐啊。对，安尼正常哦。啊，今仔较好开，我要搁加加送一罐，我来加持一下。今仔日老师哦，搁加持一罐印加果油要送咱老婆生。安尼啊。因为是每一种送一种。安尼六盒。老婆杀了，那阿卡开2500呢，够贵几回啊？贵贵贵了，阿个剩五阿哦，阿你嘛介绍个呀？老婆杀了，板面较欠的，去做你绝对蛮欠。只要是人个爱食，你干那连工哦，唔免阁请客运车安尼走关走街哦，干那客运车是欠开来，食也食袂了啊。替自己加个好油。啊，人开我个拢总赚的，好唔好？好。来爱20个就好啦哈，20个啦。北部五组，北部，咱的北部的乡亲的朋友老婆婿，又带五组，电话赶紧拍互通哦哈。好。啊，中部有哪五组啊？中部啊。好，今仔拍会通的人福气啦。南部有哪五组啊？南部。安尼15组啊？对。过咱的华东平湖5组安那？又带20组。安多20位啦，二十位啦哈。一组送一组六罐呀。有，来0800012589哈。第一位。哎，你好。哎。有。大家好。你我听你。嘿，我加一组迄个印加果油。赞！啊，你早暗三点嘛？啊，先啊，你连工，你布图内面的衫裤拢变大呢，又你得换新呢，好嘛？我食足一组伊。哦，食足一组伊。来，一串一串一串。你看，人食完个尾，食完个尾呀。你食足一组伊啊！来，你好。我要吃叶黄素。哦，你黄连成呀？哦。嘿。哦好，来二串叶黄素哦哈，二串。老三，那个果油要来吃。早暗三粒。三粒。头先咧吃的时阵。咱一开始咧吃先早暗，想讲阮一开始嘛拢早暗三粒啦。三粒。啊，即马无啦，即马阮一摆一工食一摆尔啦。一摆食三粒。唔管你要下再吃，是中昼吃、阴暗吃，拢无要紧。好。当时吃拢无要紧，你家己排时间啦。好。哦，就是安尼啦。领导的少年人看到印加果油，佮家己起意见啊。印加果油，咱这台湾的哦。台湾的哟。这台湾这唔是外国个，即咱台湾的哦，即大家学到哦，伊是素食的哟。哎，啊，所以老大人呐，食这组吼，你走路较袂跋倒。来，等下佮有丰富的蛋白质。哎，丰富的高蛋白的真咯吼，对，去真啊。来，0800012589，重点就是你若有咧食任何物件，拢会使掺做伙食。印加果油，印加果油拢还袂掺做伙食哈。来，你好。
老师。哎、欸，桂枝。陈老师。哎、欸，桂枝姐啊，你给我寄做迄个老母长来好啊。老母长哦。嘿、啊，我有个。叫两抓袂够了哦，两抓。啊，你甲小姐讲啊，做一件，来一串一串啊，一串啊。好，啊，咱公司所有商品价格袂只要两种药哦，咱就加上来吃阿中澳茶。伊这中澳茶这是养生茶，这唔是茶，是唔是茶香啊？伊无咖啡因呢。啊，伊这做有机啊，这一包当泡一千 CC。一桶甜甜多一千。会再泡一包啉到中昼，中昼泡一包啉到用啊。一工两千 CC 的水够够啊。啊，伊哦，伊袂甜，伊芳芳啊。无糖诶。伊就像较早咱做囡仔阿妈咧炒茶米啊泡着，咱啉啊感觉。足好啉。诶，高渣味。也啊，饮料会解好困，啊，搁止嘴干，啊，搁袂胃哦，是啦，啊，所以咱两组的产品呢，各个袂个加上一盒中澳茶，是，啊，那三组哦，三组上三盒的中澳茶哈，来，你去喂，我买叶黄素，买叶黄素的，你整两样哦。嘿嘿，啊，来计算，来计算，计算哈。哦，啊，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夹其他的产品来讲，吼，更加个一加一大于二，啊，咱的印加果油这吼，嗯。这要讲的，大家拢爱啊啦，拢爱啊，尤其是搁有岁人啊，现代人。啊，你若咧食其他所有的产品，你家己参照去食哦。对。其他的产品拢有加分呐。如何添信？真正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就较袂搞啰嗦，就是安尼啦。那么算，我要敢讲的，讲你拌面较欠的，即组蛮欠。印加果油。你讲即组你若无，你若有食，连讲你敢若讲安尼，请客人家走馆走街哦。嗯开较侪遐啦，讲真正，安尼素食起来拢赚的呀。啊人开我拢赚的。系啊，你看咱国庆节呀，伊个讲完各位食过来。啊，有那无这即马无会啊啦。好。这个一个月后较阁有啊啦。一个月后。今仔叫完了，哎，一个月后较阁有印加果油啊，真拢无啊。好。啊，所以看你有看到，又今仔一个月后，咱阁买一罐啊呢。好啊，好啊。因为咱到月底进前哦，所有产品拢是能吼六罐两千五哦。哎，啊，咱若是有咧食素的人，伊无法多食鱼油的，你食印加果油。嗯。啊，咱若是讲啊，我着食素。哦，啊，无咧食鱼油，无要紧，你换你改食印加果油，真足侪咱这个师傅啊，出家师傅啊。伊嘛拢食这组，拢也贵收诶。出家师傅伊嘛是爱顾命呢，所以伊嘛是拢食这组，替自己加个好油。我拢报因食这组啦，我拢报因食这组。对，来，赶紧来，北部两北部搁两组啦吼。好。啊，南部两组啦，中部两组，南部两组，搁六个就好啦。纯粹要六组尔。搁六组啦，搁六组啦。纯粹要最后三分钟尔。无啦无啦。咱公司诶产品若是贵位贵了，全部产品拢存五罐两千公哦。哎，你好。喂。哎。哎，交代哦。哎。哟。啊！来一串，来一串，先一串啊！一串啊！我这身体愈无好，愈需要。哦，愈爱，愈更加需要。更加需要。你话愈侪人，这组你都闹咧吃，介明显啦！哎，头才五工一礼拜过，你家己感觉哎，差足侪呢。哦，那你嘛？啊，你好。哎，撇粉。嘿，哎，甲你买一组印加果油。赞嘞！你先八千五个哦。哈哈，佮买一组金汤羹。佮一组金汤羹啦吼。哈哈。安尼加送一粒中澳茶哈。啊好好。啊来计算，来计算，计算吼。哎你好。哎，张老师。桂荣。哎，我爱一组。一个印加果油。你若有这组印加果油以后，你就较免搞啰嗦啦。来三山。有啦，嗯，爱食啦。相信咱张辉啦。尤其你食素的人，你更加需要印加果油。你这个物件啦，无有达到乎咱的满意哦，无都未加精嘛，人讲属实。啊，你愈食你会愈感觉家己愈少年哦。搁两分外钟尔哈。最后两分钟。0800001258989，你即马哦，这组食到尾啊，你会愈来愈油嘴，会愈来愈好看。对。人会愈来愈好看，啊，问题愈来愈少。哎，啊，就别免搞啰嗦啊！哦，爱记真好。哦，这个是咱的计划当中要安怎如何，咱愈来愈舒适过日。来，啊，北部搁一个就好啊。好。啊，中部啊搁一个。对。啊，南部搁一个，搁三组就好啦。纯粹要三组啊。啊，无啊，而且当即摆等你，我一箍钱都无甲咱跌了哟。这六罐两千五，足俗个呀咧。我一箍钱都无甲咱赚哦。但是过月过了后吼，所有啥物个剩五罐哦，五罐两千五。来，你好。哎，你好。印加果油呢？喂，来一串了，再一串一串。信号不好。哎，你好。你好。印加果油一组。好，阿桃哈。嘿嘿嘿。来一串，一串，一串。亲切嘞。哎，来你好。我叫高阳，我是阿妈。我是阿妈哦。好，好，来三双，三双。我头拄爱阿弟嘛啦。有啦，人叫唔对名，不过人无爱插人啦。呀，拢无爱用我。哎，那嘛该按多呢？你叫唔对，叫唔对，你就搞改进度。有啊，无爱，拢无爱插人。啊，你个老师，你个唔是。你连个拢问一够。完蛋啦，死晒啦！喂，
哎、欸，你这是有食减肥哦？不是啦，不是啦，不是，来计算计算。有啦，烟啦。有啦有啦，你三顿照吃啦。你三顿照三顿，你吃啥你照吃。哟，替自己加个好油。哎、欸，那個、鱼肉菜有诶无？你照吃就对了。有。但是哦，你连讲三口诶，愈来愈轻。三口的愈细腻啊！嘿呐，安尼了解吼、喔，有知呀，剩一分钟了。最后一分钟啊！把握机会哦、喔。哦，头今仔日有买，我甲你恭喜啦。那有你剩一分钟的机会。啊，一个月后较够有费啊啦。一个月后个五罐两千五。一个月后较够有费啊。哎，五罐两千五，即卖今日要再加上一罐哦、喔。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五哈。所有商品只要买两组，那个加上一盒中澳茶。是啦。你中澳茶买，咱用家己买，无要紧哦、喔。买三组送三盒。买四组送四盒。中澳茶。买五组送五盒呢哈。以此类推。有有有，来你好喂。张伟老师，秋燕，哎，我咧做，一组好来，咱的三夹啊，迄个没，迄个树篮啦吼，来来一线一线一线啊，对哦，嗯，我来分出啊，恁卡电话哈，赶快咯，即卖拢有优待啦，六罐两千五，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早暗三粒啦哈。好，头先在吃。嘿啦，啊，阮即摆拢一工食一摆，一摆食三粒面。满意了后。是，来看不看看，看你五八九理想。哪关？那无使继续敲电话。六号的。六号哟。有。咱镇定的桂枝，桂枝仔呀，点一首歌曲《三星节》。来，咱的内部毛贵几只哦，咱到底来欣赏三生石。
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扶持咱母娘重点照明。咱这个扶持的时间到啊吼！在咱电视机头前乡亲四大好朋友咱追老菩萨，厝内面的囡仔大细人阿别扶持吼，咱来赶紧落下。五分钟的时间，那个回音伤大。这个扶持每个月一个人一个月才100块尔，一天才3个多元。就讲吼，咱的老大人身体无好吼，爱扶持，啊，就神啊，就人啊，一个月100块尔，看到好医生，吃到好药，母牛宝贝。啊，过来就是咱的徛囡啊，无平安的，爸啊囝啦，母啊囝啦，兄弟啊啦，姊妹啊啦，翁啊某啦，差家拉家啦，用一个名扶持，一家差万四斤，啊是查某人少年的时阵。啊，婚姻有变故，三个公款的要出门，却未记得共施主，怎么办？这个出门去搞也是磕磕卡卡，这嘛只爱处理哦。嘛用扶持的方式，尤其是呐，做查某人少年的时阵呐，都有无细字囡仔叫拍个闹气，这阴灵这拢爱处理呢。嗯，这老师帮咱处理。业障介重呢？共款一个月100块。哎，有人讲开几千无啦，100块贴上证明无你加开啦。重点就是老师无收红包。会晓甲未晓，迄毋是钱的问题啦。爱找着人。哦，爱一定爱处理哦，哎，免烦恼。啊，要怎好饲呢？啊，就电话拍互通啊。你即摆个怎看？哎啦，啊，张威就甲你赞一个好话，小姐留你的住址、电话甲姓名。然后哦，伊寄上缴钱的单互你。收到这条单了后诶，起来去你西门全家 OK 来尔付得当缴啊。免签名，免。你哪买手续费？喂，你好。喂，你好。嘿。我代课。你五上吼。嘿哦，俺爸工作给你保平啊。五上。囡仔。哦，搁好饲母牛，猪必须给保平吼。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等会收我哩大赚钱哈。来一算一算吼。啊，那是要甲咱的后生查某囝扶持，还是要保灾库，啊，是要发挥双手？但是伊无甲咱大做伙，唔知伊的住址要安怎办？用你的住址，啊，用伊的名。哦，迄甲咱有关系。囡仔孙啊，离国外也好啦，离北部也好，中部也好，南部也好，拢无要紧。好。用伊的名，啊，用你的住址，咱就当替伊做些工课安尼。哎，你好。两位老师。南青兄。哎，要强健扶持。好，母娘慈悲，甲你保平哈。南青兄。哦，你身体健康，长岁寿哈。嗯。吃到170块，来二线二线吼，来你好，是避风哦，我要福慧双福慧双修吼，阿哥两个儿子要补财库哦，好，俺母娘甲伯工作，甲恁母仔囝保平啊，避风姐，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你长岁寿啊，大家拢吃到170块，够你大赚钱吼，来三线三线吼，来你好，哎，等会啊。我林哥煮啦，我甲你讲，我爱十粒要变东西，今日甲你食。哦，你功德无量哈，啊，做甚啊？哦，身体健康啊，多赚钱。啊，好，谢谢。来，你好啊。好好享受。哦，咱那个晋商两个啊吼。哦，俺母娘慈悲，甲你保庇哦吼。啊，两个。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互你长岁寿啊。规家伙啊，拢食到175块，恁赚大钱吼。来，一算一算，五线哦。五算五算五算吼。哎，你好，喂。哎，老师啊。水花哥啊。我以后钱花落来啊，叫你甲讲起啊好。好，母娘出去加保平啊。身体健康，长岁寿，食到175啊。嗯。好，谢。那你好。喂。阿君啊。好。我先甲你回落去。好好，功德无量哈。身体健康，你食到175啊。啊。谢。那你好。喂，张伟呢？阿芬，你好，我有白送。你吼，拜托你借你个金口讲一下吼，我有寄我钱，我张开点名，开袂。哦，安尼吼，你内涵呢？无用纸币，甲你保平啊。阿芬姐啊，哎，你好。哎，讲有较大声嘞哦哈。你那大细平安健康，你长岁寿哈。好，谢，有收到，有好。哦，这老师开只金口，就无用个机件。老师处理代志无收红包，也要看图呢。哎呀，开金口嘞！安尼就对了，安尼就对了哈。喂，你好，喂。喂。雅琴。喂。雅琴哦。志琴。啊？志琴啊！哦，志琴啊！哦，志琴哦。人见着咩呀？安尼我见唔到呀。你好，你好，哎。你参加保代考，甲抚慰双休。好，安尼吼，母娘甲伯工作，甲恁保平啊。晴姐，囡仔大细，大家平安健康，互你长岁寿啊。哦。规家伙拢食到175，够你赚大钱。来一算一算哈，
哎，你好。哎，张老师。李湘。李湘啊。有。我有搞阮早间陈怡辉。有来迄个我问啊，你有这你有甲我讲，我明仔载透早我就处理啊。我麻烦你啊。好啦好啦，无代志啦。现在监控到，我要弄个。好，迄个事，代志，我处理。好好。哎，你好，喂。喂，老师你好。好月新呀哦。我要学习个报代课。好，安保娘加备工作，甲恁保庇哦。哎，欣姐。你那大细，大家平安健康，等我收，你大赚钱啊。好，谢谢。来三刷三刷来你个喂。哎。哎。啊，拄只走来，讲要卡都无，我一直等。啊，歹势。你稍等一下啊，来，因为今届无用啊，来四刷四刷。哎呀，恁小姐今麦届无用。小姐都今麦拢做无用的哩，啊，卡小哥无啥搞。有啦。啊，我讲个歹应征。系啦。系啦。啊，熬大多的，但我本来就是安尼，好无？后面不管你啦，后面。哟，那是自然现象。哦，自然的啦。哟，喂，你个喂，喂，嘿，你个张辉呀？你影局中央哦。哎，阿个小姐嘞。你找小姐哦，来二三二三哦，谢谢啊。哎，你个喂。喂，你好，我从大河家，我要上啊了。好在靠，好，别工作，给您保庇啊！陈大哥，你那大事平安健康，你大赚钱啊！哦，谢谢。高山高山哈，哎，来你个喂。哎，你好。嗨。哎，我要保在靠。保在靠哈。哎，好，别工作。哎。啊，蔡子健、陈夏莲、蔡子康。好，别工作，给您保庇哦哈。耶。你那大事，大家平安健康，你大赚钱啊！三温暖。啊，来七双，七双接电来。七线接电的楼卡，哎，哦，啊，无咱来做功课，好，啊，无咱来做功课，得泡好好哦，来。前主席张伟，你再来恭请着咱保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咱保庇吼。离咱这个台北马街病院福音楼十二楼 A 床一二二五房李定武，高雄中街八楼八八一 C 病房咱的余明兴，台中市太平区太平七街四十九号一楼张明基。中华基督教病院九号病房三楼十六号陈俊宏，而且恭请着咱保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伊保庇吼，啊，互你当正福寿业实在延寿，前途光明，做人通知开通，弘扬法界皆成常，财源广进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气充满，咱今物来尽量着咱的智慧东西。手把青黄插满田，枝条遍见水中天。绿金青金风味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直接来延续到咱昨昏的这个话题吼。同款，伫咱昨昏有来护持保佑中天照明，或者是咱的福慧双修，这所有的名单，我拢会啊，请阮的导播啊，甲咱放出来伫咱的头前遮，互咱看咱的名写了对唔对。伫个同时，咱功课咧做的时候，佮跟甲咱加持。我们出来的囡仔大细，大家当平平安安安的吼。咱讲到着这个实心落实伫咱这个初心啊，这就是依足众生不起恼害，无伤害众生的念头，不但无伤害众生哦，也未起着念头，让众生因为我来生起着这个烦恼。所以做到到着咱这个。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升起着欢喜心。弥勒菩萨所表现的，就是令一切众生来升起着这欢喜心。这叫做慈啊，慈悲的慈。
主的实质内容就是咱的十善业嘛。所以因此佛法的真济纲目，每一条的实质内容拢总是十善业道。那是离开的这十善业道，就无佛法可言啦。所以咱今仔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认真努力来断十恶，来修十善呐。慈悲哈，咱要讲开讲啊，慈庄严，悲庄严故，悯诸众生，常不异想，这就是菩萨行。十善业道落实在咱的诸心的啦。悲呢，悲就是悲悯，就是怜悯着一切众生，因为众生无微无低啊，不但是咱的人间，即使是天顶天上啦。同款也无多片面。为什么讲天人无究竟？因为佛法讲的，讲到究竟处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至少就是讲会当超越到这个六道轮回，才算作叫做究竟嘛。啊，那无生到到四禅天、四空天，咱的寿命到，同款也是爱堕落呢。出不了的轮回呢，这就是无究竟嘛。所以更加较深一层，咱就是要超越着这十法界，安尼才有算作真正的究竟。如果咱也未当来超越着这十法界，只加入咱这个四乘法界，就是咱的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而且佛也佫同款也是无究竟。所以佛在咧讲。六道凡夫爱受着两种生死之苦啦，一种就是叫做分段生死，一种就是叫做变异生死啦。虽然是上帝咧讲生生世世，这就是分段生死的现象。那么变异的，就是咱的变化嘛。譬如讲，今仔咱伫学校读册，这几年非常的认真努力来学习。每年个对一年升到二年级嘛，譬如讲，这一年第一年的都已经无啊嘛，哦啊，二年就升开啊嘛，这叫做变异嘛。你每用一段，而一个辛苦的功夫，才会当把家己的境界向上来提升一级呢。所以这就是叫做变异。六道又有分段，甲着变异两种的生死啊。在我们的四乘法界，它没有分段生死，只敢有变异生死，变异也很苦，所以修行相当不容易，这两种的生死都没有，才算是究竟。所以真正究竟就是在我们的一真法界。这六道之苦，佛在讲到讲到很多嘛，欲界苦有三苦、八苦，这拢总是爱修，那么世界天人诶，这个苦苦无啊，也就是咱的八苦嘛无啊。但是伊还阁有坏苦，阁有险苦。这个坏坏就是讲一切不能相助啦，不能永久诶一个姿势，所以伊就会变歹去。就亲像咱去一间老厝同款啊，哦啊厝伊有两百年、三百年，也是同款爱倒嘛。到了派去的时阵，这苦伊就现前啊，所以这一类拢属于坏苦。人的心呢，人的心一年一年啦吼，来衰落。啊，衰落就是坏苦啊。所以因此，所有的物质现象拢无多长久保存啊，包括咱家己的身体。那么这个辛苦就是刹那堪留不住啦。以人来讲，无多永葆青春同款啊。人唔是十年老，也唔是一年老，而是刹那伫咧老化呢。刹那的变化就是叫做辛苦。世界天人虽然无有这个苦果，无有这个生老病死求不得哦爱别离，但是有坏苦有辛苦。无世界天人。
连身体都拢总无爱啊，这就叫做三界高级凡夫啦。一般的人来讲叫做灵界啦。所以呢，无色界才是真真正正的灵界。伊无身体，伊就无坏苦啊。所以伊无需要有啥物供电啊，但是伊有辛苦，就是伊哩这个境界，伊袂当永远保留啊。上界长的时间只干了八万大劫。到了就极限，也是同款爱堕落啦，也是同款爱生死轮回啦吼。时间的关系，今仔讲我做高家人，今仔做回向。张伟念一句，请对我念一句吼。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开发菩提心。请王将哈，咱个地放开。这两嘴、三嘴、五嘴，甲吞灭十地方，即爱去一路吞一嘴。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您。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化，斑斑何欢似醉消。佛愿无名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板桥碧珠姐点播的歌《给熬》。Thank you.
种种灾厄如灯化，斑斑何欢似醉消，福愿某年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第四愿富贵无灾，百疾有求；第五愿学业进步，青春快乐；第六愿家庭和乐，儿孙满堂。